超越平凡，超越自我。辅仁国际学校建校于2000年，是在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注册并获得教育信托计划认证的私立教育机构。校园为昔日的英国皇家海军司令官邸，这是一栋建立于1939年的新加坡国家保护的历史性建筑。理想、奋进在辅仁，辅仁国际学校的校园靠近 MRT， 仅需6分钟，交通便利。品质教育、良好的生活环境、国际化的学校，是你梦想起飞的摇篮。辅仁国际学校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它以极具特色的双语教学和严格的学生管理，为他的孩子们铺就了一条通向国立院校和世界名校的道路。他要求你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能努力拼搏以实现理想。他要你懂得分享和互助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是人生的乐趣所在。他要你以内心最真切的感激之情来对待你生命中给予你帮助的人们，并要你以行动来回报这个你赖以成长的社会。再加上明亮宽敞的教室、蔚蓝的泳池以及篮球场、网球场等，辅仁国际学校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学习圣地。辅仁国际学校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用的课程选择，其中包括国际剑桥欧水准、新加坡剑桥欧水准、国际剑桥 A 水准、新加坡剑桥 A 水准考试等的预备课程，以及国际学生入学考试的预备课程等。官方授权考点包括 SAT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考试、雅思、 CIE。 我校现已与众多海外大学结成合作院校，其中包括澳洲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奥克兰大学、奥塔格大学、荷兰的德罗宁根大学、蒂尔堡大学、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加拿大沙省大学等世界名校。请记住，辅仁国际学校的校训是超越平凡，超越自我。我们将以不懈的执着追逐着我们的人生梦想，以不断的努力实现超越平凡的人生，深刻体会超越的精神给予你的无限激情和价值。辅仁国际学校的愿景是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报读世界著名大学的国际学校，提供高品质的教学和严格的学生管理，使得辅仁的学子能够顺利通过新加坡的各类升学考试，进入新加坡公立院校、世界著名院校。永远明确理想与目标，并通过努力奋斗达至理想境地，在分享互助中体味关爱与温暖，感恩知我所来，回报知我所去，超越平凡，超越自我，理想奋进在辅仁，辅仁国际学校。To the Great Sally International Young Leaders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held in Queensland University.
and we're so excited and looking forward for it. Firstly, I think we need to thank our school. It really helped us a lot. Yeah, I think the school real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Like, from the start of school, we support the letter to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to read that. Then we encountered some problems when we applied for visa. These teachers from student affairs really helped us. I remember the visa problem. Because we were applying for visa, our application was objective. And at that time, we were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with Nigel and his team, they helped us a lot. We are really grateful for our school. 感谢辅仁国际学校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参加新加坡的第一个微电影大赛。我们的电影很荣幸的可以入围到这个最佳创意奖。感谢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给予我们的帮助。